在路边发现一条小狗，过去看看。哇塞，简直像像刚出生不久呢。有些时候，肯定是一头狗子或者它跟着狗妈妈的时候，它玩跟丢了吧。在这个荒郊野外，这找到了一个小狗，不知道是谁家的。看一下，哇，它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眼睛呢？是不是像瞎啊？我这个眼睛。晓得。那没人管那个狗子吗？肯定不。现在农村里像那狗子多得很，满足是呢。经过和哥哥商讨，决定带回去养起来。哇，这么瘦这么小，洗白白。这是我刚刚好来，我看有钱，不是吧？我的东西怎么？那几箱多了？有眼睛睁开了呢，睁开了是的，还是没人照料，还是有点不好一个眼睛，你看眼睛坏了呢。你还是有问题，找不到的。你是有问题，先把吹杆再啥，先把针动了一下。毛巾来，毛巾一吹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颜值一下就上来了啊！哎呀。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过得是好看噻、啊。嗯，肯定是。刚才那个毛都不成样了，你看现在一吹，你看毛茸茸的。这个尾巴这里好像受过伤，别的地方还好。刚才就一直喝水在那里，你看，洗了个澡，眼睛也睁开了，我还以为是个瞎子呢。嗯，咱们就搞点美食吃吧。嗯，喂点吃的给他吧。我吃得很腻，都弱性，就是你几天没吃。钱没回去，都弱了没噻、嗯？我不是。我如果时常他吃不到的，我准备拿牛来他喂他的呢、嗯。一根火腿肠一下快吃完了，过来。他现在吃饱喝足了。吃了一根火腿肠，还吃了点酸奶，感觉他吃的有点多了。你看肚子都胀成那样，感觉吃的太多了。过来，这就是他的狗窝，小家伙也睡着了，期待他快点长大。